不要看这个巴都巴这个小地方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我们在上海，我们吃过，我们讲说用水饺系的那个猪骨嘛，水煮鱼我们在也是在中国比较多吃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这边哦，鱼烤，很好吃。它的设计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哦。OK， 这个是这边的老板，老板是跟我一样留长头发，很帅的。哦，这个是老板来的，说，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哎，这个叫美酒。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。 在上海红顶山，能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赤马是全天下最大的生意，因为民间小赤马从古代至今流传到现在，赤永远是不会过时的。 Take me home。